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只要我一息尚存，就不允许任何人亵渎神龙。敌军还有三人。这是什么？我身负神龙之力，你无法抗衡。全军出击！生命神龙已遭到邪恶的欺骗，绝不允许第二次。就应该先打大的，好像该学一刷呀，是不是？没事啊，主要我本来想让个人头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打着打着你回去了？我身强力敌，神龙更强。好险！我不能死。神灵领风，无坚不摧。用双手向翱翔的敌人。
这是 K 头吗？这应该还好吧。超虫。哦，三个位置在这儿。把它爆开，把它爆开啊！把它爆开，离我远点！不是我思路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我刚是想那个，我刚是想那个，Q 到他，然后莫言走，然后再 Q 过来的，莫言躲那个。落手的意，但是我太久没玩了，我这个操作有点点不出来呀。我之前还有点小会的，哈哈，我找一下手感哈。有的爱将万豪呢，抓上抓上抓上，我来了，等我，让你久等，马上就来啊，马上就来，我现在住在上路啊，我就在上路给你当保镖，等我等我等我，必须要抓这个诺手石波啊。还不走，绝不会再有神龙堕落。啊，你呢？抵挡风暴，
这他妈这个在哪啊？怎么老是给不到？这哦。聊天没开啊，是吧？哦，哦，我还以为你说我开瓜。我的错，但也不完全是我的错。我扫码的号主非要我打，啊，我只是一个工具，对吧？全是这个号主的问题。跟我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又失误了，我想闪的没点出来。我真会阿闪啊，等一下给大伙展示一个。我真会。坏事做尽了，这个号主啊，太坏了啊，太坏了。拉卡牌一起，怎么拉呀？太，我只打一把呀。